你见工噶？大家食饭。我系阿安，我啱啱26岁，我住咗喺挪威3年噶啦，一路都揾唔到写歌嘅工作。乜特不特咁 share 你冇啦？你知啦，住喺挪威咁贵，首都仲贵。我同我女朋友同居咗2年，平时都系佢交租，冇咁大压力，悭啲使都顶得顺。不过最近就唔同咗，唔知留唔留好，要唔要好 ？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？